闹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低调的拍影片，因为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试吃要低调，上面有交代，所以我不能太大声的 Hello 什么什么的嘛，就是要很小声。它比你们这个豆腐好吃哦，比中华的还好吃。而且我也不能吃，要开发完全才可以吃。哎，只能看着他们吃。是比一般的那个凉拌豆腐还要浓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我不是研发人员。中华豆腐吃起来像。我只能看着他们吃。对不对？你很烦，你赶回去，一定在那边喊。这个好吃哦。哎，乖了。在讲好吃，可恶。好了，只能够。你有吃到上面的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吃到，我什么都没吃到。我只在这里拍影片。乖了，乖了。你试一下。哎。你试一下菇。哦。我用了那个辣辣的那一个。哎，这我真的不行。哪一只不行？香菇那个不行。是我不喜，我本人不喜欢有那种海鲜气息太多。哦。啊，那个嘞，海带那个嘞。对，我说哦，你就海带那个哦，啊，香菇那个可以放，反正放杏鲍菇比较好的。对，这个卖相看起来就嗯，但吃起来就是杏鲍菇那个味道。他们今天一定在后面吃得很开心，今天买超多食材的，真的。哎，但也没有开心啦，就是真的很多炸的，真的、哦、就吃到非常的饱。天哪、啊，就是满满的油。我用这个，天哪、啊。新鲜啊，新鲜啊！哎呦，我撩脸啊，我拢不好吃。哎，可是这两个东西都好搞刚哎。真的哦，对，是因为你端出来的话，大家会不够吃。好吃的东西不是就要搞刚吗？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它就是手工的，比较贵。嗯。哎，真的有差哎、欸。有差啊、哦。嗯。哎呀。嗯。偏胖的话，算了，认真工作。都很好吃。